这第一条鱼啊，来，红槽鱼上来了。嗯，就感觉力气不够大。嗯，又是第二个前面的钩子咬到了。哎呀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哦，最狂的杆子，最狂的四节杆子还是三节杆子啊？往西再拉。猛攻猛攻，哇，这个黑鲈肯定是黑鲈，卷再卷，红鼬不是黑鲈，大红鼬，今天的黑鲈不咬开口吗？怎么老是红鼬的呢？要飞吗？卷卷卷低一点，不要那边拿，拿中间拿，对对对，嗯。哦，大红鼬，哇，还在跳，好干净啊！哎呦，来来来来来，哎呀，你站过来，后面这边它的阳光是这边 ，OK， 对，把它露出来，好的，这个最狂的鲈二。嗯，钓了好多红鱼哦，你的八虾 ，OK， 放了，今天太多红鱼了，勾吃，哎呀，拜拜拜拜，啊，也是红鱼，哎，这次可以咬到水面细了，啊，过了一点点。放溜吧，够吃了，小心啊，别吃到你。回到我们的营地啦！哇，水退得很厉害啊！嗯，那个船上不了那边去吧？要走在泥上面走吗？昨天一早就放倒了一棵树，然后在树上他们采摘一些像什么哦，一定系列的啊，我你不过你啊，哇，摘了很多，他们槟榔送槟榔那种，哦，原来是他的花蕾，这种树，这种没见过，这种树叶，啊，原来他是这样找的，一定滴答蛋蛋嘛，滴答比赛滴蛋蛋，比赛蛋蛋嘛，哦。Kalau kamu potong dia jatuh, dia sudah mati. Tumbuh lagi. Oh, dia kata, ini pohon, dia potong, dan di bawahnya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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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i今天是第一天，必须要钓条鱼。好，我们出发，水刚好退着，就鱼开口的时候走。松爱都别录别录了，你在那摆打家伙。今天他们在的，不过谢里，有一种果。Strawberry， 啊！哦，我们怎么拉的？它这个味道呢，就好像那个，那种很刺激的那种胡椒的。哇，好辣，不辣，好辣。
不打死。手机在充电，两个电池，听听歌，多舒服。今天是第一天，这个河水退得七七八八了，我等着他们在煮，在煮着酸汤鱼。今天早上钓的这个石斑酸汤鱼啊。OK， 这个是我们睡的小茅屋，小茅屋啊，我们睡的地方。七千吗？这个是机制的呀。机制点是什么？机制就机器做出来的子弹啊。他在干嘛？大力弄死。在装弹。哦，他这样一粒粒装进去。哦，他这个射程很远的啊，他气压高啊。嗯。我本来这些没得装的。啊嘛，那么大的火。啊嘛。他在装弹啊。我啥嘛？你对吗？爸比不能死。不能。不能。可怎么怎呢？马路线就该不能。啊对。betul。betul。kalau kena kepala。啊。tapi kalau tembak babi tembak badan ni tembak kepala。tembak kepalanya。tengkorak。嗯，嗯，他说这个子弹能打死这个野猪，嗯，也能打死人呐。对啊，他说只要打了头部，肯定是死的。哎呦，太恐怖了！这样就装上子弹了。嗯。哎呦呦！他们家那里，对，他要去打猎了。他看我们休息，他用那枪去打猎。sekarang kamu mau buru apa? burung， 他是打鸟的。burung apa? merpati， 哦，打那个野的，这个鸽子，野鸽子，嗯，可以啊，可以。我们先吃点东西，他饭准备好了，吃点东西吧，吃一点吧，对呀。